谁的音声最许深？明君万古引发我，御前天泉发中言，不须是你本身好。地府任师阿女在明那，兵家杨冠安。多谢你，张玉光。啊，多谢阿庄公子，多谢啊。被栽遇，临仙啊帝恩千丈，如世啊双双啊求民帝安。好啦，王哥，话我哋系话知我，唔话咩咁难听啊？话知佢要咩？即系关人鬼事啊！